你干嘛？我想说你一起打招呼。我对，我是飞机。又来到了这样送礼物的你，是不是搞错了什么？这一集是巨蟹座，以我对巨蟹座女生的了解，个性大概就是心思比较细腻，对，很玻璃，感性大于理性，真的需要的时候理性会出来，很爱家，是懒。我也是这样觉得，懒得出门。送巨蟹座女生礼物会有什么样的建议？礼物还好，但是要有手做的小心意，手写卡片或是自己做的卡片。第七个吗？第七个讲心意的吗？对，几乎每一个都是心意。如果 LV 跟心意摆在那边，他们一定会选 LV。你也是啊？我喜欢 GUCCI。那我这次有准备了三样礼物给你，然后等一下就麻烦你帮我们评分一下。好，就在他之前跟我一起倒数五秒钟，不用闭眼睛吧？你要怎么闭？就这样，五二一。哇！如何？这个蝴蝶结是用画的哎、欸。对啊，手做。这个我不给过。我觉得至少要用丝带才会有拆礼物的感觉，毕竟是女孩子。如果她今天画很漂亮，你就不会这样讲。这三个礼物你想要先拆哪一个？我应该会先选这个，因为这感觉好精美哦，还用瓦楞纸哎啊！但是这是大力胶带。对，哎、欸，这是电眼吗？这是监视器。嗯，你说是照着巨蟹座的思路。我们这几个礼物都是特别为了巨蟹座准备的、欸，巨蟹座女生哦。因为我常常待在家，我如果回访也是我自己的画面呢、欸，就可以收集自己的裸照，好可怕。然后我再来猜这个最后好了，最大的太大了哦，这好可爱，小熊维尼。哎，电锅送那个很心机耶，是不是就叫我要煮饭？那个男孩，但是很可爱耶，蛮好看的。像有些做的角色印在上面就会看起来有点廉价哦，但这个不会，很可爱的感觉。嗯，这个我会喜欢。好，好下一个。哎，别。哇，这个真的太大，可以，哇，好大好大、哦，这真的好大哦，泡脚机哦，可是放在家里好丑哎，就是是怕我走太多路嘛，可是我又不常出门，而且这感觉就是在家乐福买的，我会有点难过。OK， 我觉得你个人喜好跟巨蟹座女生喜好怎么不一样吗？应该差不多吧。好啊，那你就直接说。好，我觉得第一名应该是电锅，那因为我觉得很可爱，放在家里又好看。如果家里有很丑的电锅就可以换掉。然后这个我不懂，但是感觉是有在思考要送我什么礼物。然后这个感觉是一点点拙劣的送礼方式。就是单纯想说哦要舒服跟放松，然后就买了一个泡脚桶。这有点不贴心，就是你看装满水然后我还要拿去倒，有点不方便，在家里会好凌乱，好狼狈。对啊，所以这是第一，这是第二，这是第三。你要猜一下这是谁送的吗？中信送这个哦，因为会一起养宠物，几率比较大。然后这是女生送，这是男生送的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公布解答咯。巨蟹座，我身边有一个是我姐的室友，她是一个美国人，自身来台湾工作。觉得美国人跟台湾人应该也不会差到哪里吧？反正我们就是以星座来讲，确实她是一个很爱家的人，就是爱屋及乌。因为跟我姐姐是好朋友，所以连同我们家里的人，她也都很爱。她又叫我妈妈，叫妈妈，叫我叫妹妹，叫妹妹。妹妹听起来在叫别的地方。我问过说她喜欢什么样类型，因为她生日也快到了。她的要求很简单，她只希望有一个派，派 ，P I E 派。巨蟹座喜欢待在家里，就是一个爱家代表，算是一种温柔的性格，很有爱的一个星座。所以我今天来到这里，灿坤旗舰店，在这边一定可以找到适合巨蟹座的礼物。走，找找。哎、欸，是从那边进去。泡脚机吗？从那里是傻眼。对。哇塞，什么啊？哇塞、欸，你可以用这个来解冰姐的秀，对、啊，秀的，好笑，好大、哦。其实我觉得美容家电也是不错，脸部按摩仪啊，你喜欢待在家、哦，但是她也是女人嘛，女人也是爱美的。是的。既然那么爱美，我们就买扫地机。扫地机我还会开心嘞。哇塞，这里是哦对，清净机加尘螨机。这
个我会心动哎、欸。哎、欸，这个我超想要的哎、欸！这是什么？煮蛋机可以煮成溏心蛋、哦，我超想要的。六分钟水嫩肌肤，热蒸的吧？你可以用电锅蒸，说它有时候很麻烦，还要计算，会过熟。哎、欸，雷蛇哎、欸！我喇叭就买这个，可用吗？多少钱啊？2000多。两根吗？嗯，两根。好像还好哎、欸。哦，热蒸美足。这个很漂亮哎、欸，在这里面哦，它里面很酷哎、欸，对，里面里面都有，哎、欸，它是气泡按摩加热足浴，我是看到我朋友家有这一套，哎、欸，多11块而已，我一记掉了，11块大小差这么多，厉害，比较划算的，买了会有点占空间，我真的是 number one， 他自己也知道，太大牌，这样好啊。可是我觉得这是全家都能受用的好东西啊。对，巨蟹座会爱。我才不会。如果他是最后一名的话，我跟你一起道歉。他是最后一名的话，你自己道歉。不，我们来呵护你的巨蟹座，呵护你全家人。一定会被塞在仓库里。他应该要选小的，明明就有人已经说到太占空间、啊，但他们没有继续相信自己。他们被那个上面贴的广告写 number one 激闹了。对，巨蟹座，我的本命星座，巨蟹座本巨。巨巨，你们先分享一下对巨蟹座的理解呗。我也想是巨蟹座，他是怎么样？他花了大概快100万买器材，真是有钱，有钱。所以巨蟹座都很有钱，屁嘞！巨蟹座很穷啊。我知道巨蟹座是比较顾家的啦，蛮顾家的。你也是，嗯，很喜欢待在家，比较宅。对，赛马娘应该是有的。那你自己会比较 prefer 什么？我觉得巨蟹座顾家这一点是真的，很喜欢在自己的环境。所以我觉得送礼方向我优化它室内的方向，嗯，这个有对耶。哎、欸，巨蟹座收礼物其实收的是心意，完全讲中，不用太仪式，但要有心意。那礼物可以怪吗？像上一集啊，就是收到的时候还是很开心，可以说谢谢，但是自己家人蛮吵的，而且他还是超乱的类型。我是这样没错。那会在意实用性吗？其实哪个星座不在意实用性？有道理，那我综合出你们的结论，顾家实用很有钱，那他就是要有一个监视器。为何怎么会是这个结论？帮你顾家，不管有多少器材或者有些值钱的东西，都可以帮你顾得好好的。人就算在外面，你也不会有那个不安全感。有养宠物的话，你又看得到他无时无刻，强化他顾家这个性质。出门在外，你就不用怕你顾不到家了。这个好像蛮赞的。我要首度达成共识。那我们猜拳，等一下晚餐要吃什么？猪火锅。吃点健康的好了，麦当劳。我现在在猜他晚餐是养生，养生麦当劳。来，剪刀石头。哦哟，赞赞赞赞赞！现在有两个选择，第一个是这个2990，一个2K 的解析度，好高哦。就是假如说今天真的有人闯进你家了，你2K 解析度给警察的时候直接辨认。那他的解析度可以放大看到男朋友坐在沙发上手机的画面吗？哦，哎、欸，看他有没有在偷情，好像有机会哦。哦，那还有别种选择吗？都是这个，这个比较便宜啦、啊，这个900块。那它只有108，但是两颗的话就一样是 OK 了。你假如说你刚好一颗是背面，你有另外一颗直接打它正面，清楚双击。哦，所以就看是要单点突破还是包夹。好，我单点包夹。哦，单点有没有单点？单点突破。事儿，酷爆你！好，就决定是他了。我们现在这个价格是只有送一个记忆卡，因为一般这种监视器他们是即时影像。如果你今天要往前回放，那他记忆卡可以录多久？256G 应该可以回放到10天还是14天？哇，很久哎！10天内招到。请结账，练一下咒语啊！还是咒语交给你？好，交给我。我又来了。那问一下，这张是多少钱？2990。Oh my god！ 什么意思？刚没有底气呢。不是那个顾家的。来了，顾家的最好选择。身为一个爱家的巨蟹座男人，这个礼物我觉得100%可以。一
之音也不是办法。如何？你觉得这个逻辑思维？我如果他跟我解释这个，我可以通过，我会觉得有心给过，而且他们真的很用心在想哎、欸，很用心吗？给你看最用心的一个。我大学的时候就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是巨蟹座，他的个性呢，其实平常脾气都很好，但是等到他忍无可忍，或是想他某一个点的时候，会直接大爆炸，脾气发起来是超级大的那种。对，重点是他们都非常喜欢待在家里，没事不想出门，爱家。所以呢，我要往家里的方向去想，那就是什么东西让他在家里又方便使用的，应该就会是他们喜欢的礼物了。哦，是要去无印良品？不是，做事业。我是很早就想好，我很会输。看到了这边这一区都是加电费，很适合巨蟹座吧？这种可爱的小商店，感觉巨蟹座会喜欢。对，我每次都会在这边驻足一下。可以自己在家做东西，然后给自己吃，打打卡，拍照。刨冰机，这颜色很赞哎、欸哦！快煮壶，最好小熊维尼的电锅，然后这个热压吐司可以压出笑脸形状，米奇耶、欸，米奇松饼机耶，很可爱耶、欸哦、！Oh my god， 热压吐司好像蛮方便的、欸，买了白吐司，然后一些火腿起司片，然后压一压就有一个热压吐司，很赞哎、欸！我要把自己买一台放公司。小小冰限定版的果汁机，谁不喜欢小小冰？好可恶哦，这个很可爱。果汁机方便吗？说什么？我在那边驻足了超久。我觉得果汁机应该就对了。巨蟹座喜欢这种粉红色的东西吗？还是会喜欢这种简单的？嗯，好虑哦，想一下。对啊，它好多种类、哦。对啊，我想超久的。好了，我就要选择这个。啊、哦，原来是你挑的！我为什么选了这个呢？我跟你讲，热压吐司、松饼机、果汁机，它们都只有一种功能，多无聊啊！哦，你看这电锅虽然大，但是呢，它可以蒸、可以做饭、煮面、煮汤都可以，它的用途非常的广。你们自己应该有很多什么电锅出料理吧？对，好玩哎、欸，一个电锅玩不完。巨蟹座女生，我这次应该要送到心坎里了吧？有吧？有，我选第一名，对不对？对。我没想到会是你选的耶！没想到心这么细，对不对？嗯，我没有发现你有加入到群组里，就是挑的是我真的敢放在家里的，摆起来不会违和，是不是？那刚刚那些包装也是组内自己做出来的？对，就是我每组自己个别包的。哦，那这样男生包装很用心哎，他还放小蝴蝶结，是不是有人要会说话了？因为那其实是第一集才挑的包装，我没发现，我有看哎，我很好骗，对啊，直接变最后一名。好的，对于男生们，如果他们今天想要追巨蟹座女生，你可以给一些建议吗？真诚，这很重要，因为巨蟹座心思细腻，所以一点点不真诚都感觉得出来，不可以偷吃布，不可以骗人，以为不会被发现，然后基本的经济能力要有，不要让女生去担心你的未来，巨蟹座女生会想很远，所以这件事一定要让他们有安全感，就感觉你是有未来性的。对对对，没有未来应该就不可能了。那如果是今天只是刚认识一个巨蟹座女生，然后她对她有好感，又想要准备礼物送她，你会有什么想法？不能太贵，我觉得1000上下。1000可以买什么？可爱的饰品、手机壳。手机壳也可以。如果可爱的话，或是请一顿饭也好。但如果你对这个男生没好感，就连吃饭的机会都不会给，完全没好感就会直接拒绝。那追巨蟹座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？比如说他可能要渐进式的，还是说要炮火猛烈、霸气总裁的？渐进式好了，不会让人家觉得太危险，因为感觉爆炸猛烈的很多都是渣男，就是他冲太快，他没有想很多，他也不了解你，会有点害怕。所以通常都要先成为朋友一阵子才有办法。会比较好，要有耐心。要多有耐心，追一年那样。那样可能太久，大概可以半年吧。说一半。潜伏在身边，我觉得可能是好方法，因为我会熟悉这个人，就不会对他有警戒心，会比较好下手。对你下手？对。
就可能一开始约是先不用一整天的那种，可能出一起出去买个饭，或者是喝个咖啡，看个电影，嗯，这样子好像就不会想说，嗯，怎么办？要跟这个人一整天，好尴尬哦。那有什么告白是你觉得时机点抓得很好的那种？感觉那讲一个氛围，哎，好像在哪里都可以，但是那个点要对。喝点小酒的状态下告白应该蛮浪漫的，应该就这样，就这样。嗯，样本数不足，样本数不足。喜欢这影片对你没有帮助，喜欢我的影片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追踪我的 IG、脸书，要追踪贝基。谢谢，下支影片见啦，拜拜。拜拜。我既然输在我的本命星座，在这边我要特别跟我历任的巨蟹座前女友们。历任啊，你都叫巨蟹座？再说一次，对不起。因为我送礼物从来没有包装过，好过分哦，太当真了吧？对不起，这样道歉可以吗？我还是想看奶。妈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对不起你。有种贵妇生活的感觉。哎、欸，当男生送这个礼物很色哎、欸。啊，生日快乐！还有，我想。